2010년도에 처음 양화에 정부가 인정하는 공식 이름이라는 것이고, 이후 3개월간 외국인 대상으로 수행 지도를 했습니다. 여러분은 그 다음 페이지에 3개의와 4번서원이 있습니다. 그 부분을 사회자께서 그것을 빨려로 제창합니다. 함께 그런 방식으로 3개의와 5개를 계속해서 진행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큰 박수로 So you take and reset, repeat 한참. 3개와 5개를 하기 위해서 저를 따라하고 하십시오. 한반대 한반대 테스라네 나사하 이스라엘 앉아시람 담마야자미 나우가가드와 실란데타 네반데 유디얌비 아함반데 테스라네 나사하 앉아시남 담마야자미 나우가한가드와 시난데차 네반데 타디얌비 아함반데 테스라네 나사하 앉아시남 담마야자미 나우가한가드와 실란데차 네반데 나마와라미 담마데차 나모다사 바가와도 아라하도 삼마삼보다사 나모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ddhiyamb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udiyamb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udiyamb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udiyamb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udiyambi Tadiyambi Bodham Saranam Gacchami Tadiyamb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diyamb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diyambi Bodham Saranam Gacchami Tisarana gamanam bari bonam Anadi bada viramani sekavaram samariyami Anadi
Adena dana viramani sekavajan samadhiyami. Adena dana viramani sekavajan samadhiyami. Kame sume chajara viramani sekavajan samadhiyami. Kame sume chajara viramani sekavajan samadhiyami. Usawada viramani sekavadam samadhiyami. Suramiriyama jabamadatana viramani sekavadam samadhiyami. Idame bonyam, asavakayam, mahodu. Idame bonyam, nibbanasa, acayo, hodu. Tisaranena sahabanja sinandama zangangadua, abamadena sambadita. Shall we start Dhamma talk? Can we recite the Namo Tassa three times?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我们将会讨论 Vitakka Santana 经，是政治部的一部经，中文翻译成除妄念经，或者是字面的意思是除寻处经。它的意思是不善念升起的原因。这部经呢讨论的内容是怎么去处理这些不善的念头，怎么去面对这些不善的念头。经名呢是叫做 Vitakka Santana 两个字，根据经文的情景呢，这是应该是三个字比较完整，应该是 Vitakka，然后 Sankara 还有 Santana， 所以经名是 Vitakka Santana， 那它的含义呢是 Vitakka Sankara Santana。 Vitakka 中译翻译成寻，也就是我们的念头，在经文里面主要是针对不善的念头。 Sankara， Sankara 的字面意思是可以导致寻或者是念头的升起，也就是念头的因，究竟不善念升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非理作意了。另外一个字给大家介绍是 Santana， 这个字 Santana 的字面意思是升起的地方或者是存在的地方，这些也就是说念头原生的地方。因此这部经可以被了解为念头的升起之因，或者是念头之因。其实它是想颠倒，就是这念头升起的因。什么是想颠倒呢？当一个人作意不净为净，或者是当一个人作意无常为常，作意苦为乐的话，或者是
作一无我为我，这种作一呢叫做非理作一。那颠倒想是什么呢？巴利叫做 Sanya Vipalasa。 Sanya Vipalasa 是想颠倒的意思，这是针对这部经破寻经除寻经的经名的字面定义。我们再来看经文的内容，再来了进一步了解这部经究竟是什么含义。现在我们来看这部经，当世尊住在舍卫城接大林起诉及孤独言，那佛陀跟比库说比库，那比库回答说世尊，比库诸比库，当一位比库正在尝试修习真善心的话，时不时他要注意五种所缘。什么是真善心呢？真善心在这边的意思是定学的修持，是止禅的修习。当一个人修学止禅修学定的时候，如果他们的定力进步，他们可以获得八种定，四禅八定。 这也是成为观禅的基础，因此它就叫做真善心，法律是阿迪吉达。根据佛陀的教导，要升起真善心的话，总共有40种禅修方法。有一些禅修方法，也就是业处呢，可以导致刹那的体证；有一些呢，只能够让禅修者体证精行定，不能达到刹那。因此，定学是不需要知道太多所缘，但是却能够让心守住、专注一个所缘，保持持久。如此修学定学修定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八种禅啊，或者是八定，而且它作为观禅的基础。如果也就是当你用这些禅啊作为修观禅的基础的话，那这种心理状态就叫做真善心。如果这种定力呢不是作为观禅的修习基础的话，就不能说这是真善心。时不时禅修者呢， 当我们遇到不善的念头升起，我们应该转移注意力去注意五种所缘。是哪五种呢？也就是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主要是在禅修的时候，但妄念升起，怎么作揖才对呢？我们应该作揖其他所缘，转移目标，而且这个其他所缘呢，一定是跟三法相应的。这是第一种方式。在译注呢，提到就是这种方法叫安亚尼米达，就是其他的相，其他的相，意思是当你有升起这个不善心的时，不善心的缘的时候，这样您就应该转移注意力，升起去注意不同的念头，因为缘起其他的念头，你原有的不善念就会消失。根据译注的解说，在经典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就像一个很善巧的工匠，或者是他的徒弟，用一个很精巧的琢去除，不断的琢磨去除一块粗显的木块，
如果大家就像一个工匠，如果想要去除一个木钉，你先把那个粗的除掉，然后把小的放进去。这个英文字是 peg， 有时候也翻译成蒜，就是一块木蒜。如果是大块的，要把它去除，先把小的把它啄出，把小的放进去。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他佛陀有一位他的弟弟叫南陀王子。南陀王子在结婚当天呢，佛陀到达他的王宫接受去托钵。那时候佛陀就把他自己的钵交给这位南陀王子。那时候南陀王子没有办法，就需要拿着钵跟着佛陀走。虽然他不想跟着佛陀走，为什么他不想跟着佛陀离开呢？因为他很执着他的妃子。由于佛陀知道他的情况，佛陀就带着这位南陀王子呢到天界去看。当南陀王子到达天上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天女，这些天女们呢比他的人类妃子，也就是他的妻子更漂亮。那时候南陀王子呢就不再对他的新婚妻子有任何执着了。这也是以细的木栓来去除粗的栓子，因为粗的栓子去除过后，细的栓子呢是比较容易拿掉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揖呢？怎么以其他念头来做揖，以去除不善念呢？根据译注的解说，如果您升起不善念，是这些不善念是跟对贪、对人类或是众生升起贪的，又怎您可以怎么做？比方有些人他执着人类，男人执着女人，女人执着男人，以此类推。在禅修的时候升起这种念头，而在生活中升起这种执着，那时候您就应该作揖，不净业处。大家知道怎么作揖不净吗？阿苏巴不净作揖是其中一个方法，是作揖尸体。大家也许看过尸体是厌恶的，你就应该作揖这个尸体，心中做好标记。我们这个身体，自己这个身体呢也有这种本质，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同样这些像尸体一样的心智。如此你就应该尝试时不时去忆持这种不净相，以便能够熟悉这不净相。这是其中一种药，这种药呢是能够治疗我们的贪爱，治疗我们的执着。另外就是不净作揖，另外一种方式是针对有生命的身体。每个人都有身体，但是身体有九个孔。根据佛陀的教导，这九种孔呢叫做 Mahavana， 八就是大伤口，大窗口。作为窗口呢，时常都有液体流出，有血脓流出。同样的，我们这个身体从眼睛两个孔、耳朵、耳孔、鼻孔，时常都有不净物被排泄出来。在任何一个孔，从这九个孔呢，不会有金银珠宝流出来。如此大家应该
以此方式来做标记，尝试去一起去醒思，以便能够去除人对人的执着和贪爱，即使自己对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如此，应如此做标记，做一为大的窗口。这种窗，这种大的窗口呢，一生人都不可能痊愈，所以呢，它究竟是大的窗还是小的窗呢？另外一种去做一不净，是对于这个身体，比如说身体各种的毛孔都有汗出来，我们穿上衣服了，但是这衣服虽然是新，两三天过后就会肮脏，乃至有臭味，甚至国王的身体、王子、公主的身体都有这种本质，没有人能够避免。另外一种作揖厌恶想的方式是，这个身体其实有很多种细菌、很多病毒，其实有很多种生物在寄生。这一些生物呢，在我们身体中使用我们的身体作为他们的洗手间，用我们这个身体作为他们的坟场，把我们的尸体成为交配生下一代的地方。如此醒思，你就会升起这种厌恶想。因此他这种想法呢，是这种作用呢，是一就像药物能够治疗人对人的执着。另外一种作意的方式呢，作意厌恶想是通过三十二身分，身体呢可以分成三十二部分，爪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身等等。这三十二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其实都是厌恶的，没有特别，每一个部分是美味的，气味好闻的。如此审视，我们就可以升起这种厌恶想。因此当你升起执着，对人升起执着的话，你就应该如此作揖，这样下来就可以减少执着的心。当这些不善念被去除过后，你就应该回来作揖，回来注意你的禅修业处，这样你的心呢就能够安住、平静安住和能够培养定力。另外一种情况是，有时候你会对一些财物、一些东西升起执着，那时候您应该如此作意，阿萨米嘎巴瓦，就是没无主的心智。无主的心智是什么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东西虽然是我们拥有，但是我们却不是这件东西的主人。这边讲的主人的意思是，他可以自主的不跟任何东西、任何人有牵连的，这只是我的所属物，它可以依我的意愿而运作，这才叫做主人。但是呢，事实上，盗贼可以把这个东西取去，那坏不好的孩子可能会夺取您的这个继承，甚至政府可能会充公，火可能会烧毁，洪水、水灾可能会把您的东西、你的财物冲走。如此，您就应该作意，
这些东西，我的财物，我的东西呢，都是无主的，它是属于无主的状态。我们最终会有一天失去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真正主人。在世间呢，有很多土地，但是土地的主人时常都在改变着。如果人们说这块地我是地主的话，那块地啊都会取消你。其实这块地呢，不断的在改变着主人，主人一代一代的失去又再来。另外一种，作揖这些东西，自己的东西是怎么作揖呢？是达瓦嘎里嘎巴瓦，就是短暂存在，短暂存在罢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时限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段时间过后，它自己本身就会，它就会坏去。所以，如果您对东西，对东西有所执着的话，那你就应该注意，它只是短暂但存在罢了。如此思维，如此作揖，你就可以驱除不善念头升起。如此，你的心就能够专注于禅修所缘。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这些升起的妄念是对众生升起嗔心，应该怎么作揖呢？您就应该有这个慈心。要怎么做呢？你可以尝试升起慈心。世间有很多人，当你看到你讨厌的人的时候，你也许升起嗔心。最容易升起慈心的方式是什么呢？你尝试去做一您尊重的人，同时你的心就更容易升起慈心。有时候虽然你看到，有时候你可以如此做一看到你讨厌的人，你可以视为他是在久远的轮回中曾经是您的亲属之一，如此来去除嗔心。或者是你可以去注意他身上好的一种好的一点，也许他是身形或者是语形或者是意形三的一面，你可以如此注意。只要你心中还有慈心的话，嗔心生怒气就会消失。另外，如果这个嗔心是针对自己的所有物，自己的东西，对自己的东西身体称心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应该修习世界分别观。什么是世界分别观？地、水、火、风，所有的有生命、没生命的东西，所有色法。这些物质现象呢，都是四大所组成，也就是这世界所组成。比方这张桌子，这张桌子呢有硬的这种颗心，这就是地界。在这个桌子里边有一些连接的这个特征，这是水界。当您碰触这个桌子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冷热的这温度，这叫做火界。同样的，风界的对于这桌子来说可能不明显，但是你会发现桌子之间呢，桌子接损的部分，有一些缝隙，在缝隙里边，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它有移动，这是风界。
在节省的部分会有少许的移动，就是奉献。所以当你升起嗔心，如果你对这张桌子升起嗔心的话，你升起这张桌子，你可以问自己，究竟你是讨厌这张桌子的奉献呢，地阶呢，火阶呢，水阶呢，还是风阶？因此对世界地水火风生气是没有意义的，自己就能其实就能够明白，如此就可以驱除自己的嗔心。另外第三，如果不三念升起是跟吃有关的，如果升起吃心，你就应该跟尊敬的人、可敬的老师共住。如果你跟尊敬的老师共住共处的话，所做的一切你都要很谨慎小心。无论学习法或者是背诵法，当你学习法，那法里边的内容将会教导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确的因果关系。如此学习，你就可以驱除痴。另外就是懂得发问，对于自己所学的提出疑问。当你不知道一些内容，你发问，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以此了之。另外就是能够适时的听法。法呢，其实是一种教育，这个教育呢是能够让人们知道正确的因果关系。在学校，一般的世间学校只是针对此生的因果关系教育，它不能连接跟长远的因果关系，因此能够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怎么才能够做呢？当你学习法过后，那当你生活中体验到遭遇到一些事情，你就应该尝试学习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以此来驱除痴。这些都是驱除不善念头的方式，驱除跟痴有关的这些不善念头，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做。如果能够驱除这些不善念头的话，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可以专注禅修所缘。所以通过第一种方法转移去善的念头，你的不善念头还不能升起的话，还是你的不善念头还继续升起，这是第二种方法，来让心作意以去除这些不善念头。它叫做这一部分呢，叫做阿迪那瓦巴巴，就是过患障劫。当一个人有不善念头的时候，他应该检查这些念头将会升起的危险。这一些念头是不善的，他们是可被谴责的，它将会导致苦的结果。如果你有不善念头的话，你应该检查这些念头，然后审视这些不善念头的危险，如此你的心就能够驱除这些不善念头。那针对这一点，它的例子是什么呢？在经典里边如此举例，就像一个男人或是女人，他是年轻的，而且呢很漂亮英俊，也很喜欢装饰自己，那他将会感到恐惧，或者是羞辱，或者是厌恶，当发现一具死去的蛇，或者是狗，或者是人的尸体绕着他的颈项。如果你能够醒思
不善念头的危险或者是过患的话，你就会对这些不善念头升起厌恶，你就会对这些不善念升起厌恶想。如果你有坏的习惯的话，你就可以省思这一些不善习惯的危险或者是过失。应该怎么省思呢？在译注里边有这么解说，有一些禅修者呢，当他们进入森林或者是去出家，他们也许将会带着一些法语来帮助自己打断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他人的身体升起贪爱或者是执着，能够驱除嗔的法语，或者是能够驱除痴的法语。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对这些贪嗔痴升起，面对这些贪嗔痴升起的念头，我们需要用正确的字眼来面对所谓的贪嗔和痴。这些法语呢，将能够提供您相关的资讯来面对贪嗔痴。有一些禅修者在佛陀时代呢，他们精进禅修，他们对于带着贪嗔痴而死而会感到很羞耻。同样的，一些出家人呢，当他禅修想要体证体啊，想要证悟，想要摧毁所有的烦恼，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些法语了。以这些法语，我们就可以驱除贪嗔痴升起的不善念。如果我们能够驱除不善念头的话，我们的心就能够平静下来，就能够专注以禅修所言。如果到这个时候，第二阶段第二种方法还不能驱除这些不善念头的话，你就可以进入第三种所言来作意，以驱除这个不善念。这个章节呢，也叫做阿萨蒂巴巴。阿萨蒂巴巴呢，是不作意章节。如果一个人有不善念的话，他应该尝试去忘记这一些念头，不要去作意，不要去忆持这个念头，也就是以不念或者是无念的方式。比方当您看到这个东西你身体嗔心的话，你就不看它。但是有一些人却不同，他说啊，我要去打他，我要给他知道究竟我是谁。这边有一个例子，在经典中针对这第三种方法呢，给这种例子，就像一个人有好的视力，但是呢他不想看他在可见范围里面的东西，他只要
闭起眼睛或者是看的其他地方就可以了。比方你不想看某一个人，你可以闭起眼睛或者是看别的地方。那大家如此做可以忘事这一些让你升起不善念头的所缘吗？有些人会这么说，能一持一样东西比忘记一样东西更容易。有一些东西虽然很难背诵，但是你只要尝试两三天过后呢，你也可以把它背诵下来记下来。但是呢，您是否可以忘记英文字母 ABC 吗？有时候要忘事一样东西其实更不容易，但是在一注呢却有给这样的解说。第一，在念经的时候呢，背诵过的经典呢，把它大声的念诵出来。大家可以尝试去学习一些经文，或者是一些护卫经的经文，然后每天念诵，尤其是当你升起不善念头的时候，你就念诵这些经文，你的就像如此做，就像你的眼睛移离不善的所缘，而去做一善的所缘。因此，念诵是一种方法，可以念诵佛法僧的功德。如此做，你就可以把你升起的不善念头忘记。尤其是在过去时候，过去古时候，比库门当他住在森林的时候，他们需要一组的起火剂，它是用木所造的，有下方的木和上方的木，上方的木要摩擦下方的木以起火。那时候比库可以做的就是，他把这个起火剂的袋子呢拿出，然后他就把一根起火柴拿出，这个是上面的，这个是下面的，如此做是他就可以去除他升起的不善念头。同样的，比库们也只会有这一组的缝制衣服的针线。那时候比库去除妄念呢，也是可以通过如此，这是针，这是线，这是等等什么东西，以此来给它命名，这也是可以去除妄念。另外是去进行不同的工作，比如说在寺院里面做缝制袈裟，或者是整理寺院，或者是其他工作，以此方式去除妄念。你可以做一些施工的工作，当升起的不善念头止息下来，你就再回来专注你的禅修所缘，那时候你的心就能够平静。但是不包括打开手机，也就是实施其他工作，不包括打开你的手机，因为打开手机的话可能会让你升起更多的问题，更多的妄念。如此如果第三种方式还不能解决你的妄念，你可以用第四种方式作意。如果你不能去除你的妄念，第四种方式是，你应该寻找 Vitaka Sankara Santana 寻行处，也就是这些不善念头升起的因，它的原处是什么。其实在观禅的一部分修习过程中也有这个步骤。比方如果您有嗔心升起，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嗔心升起的因是什么，
要逐一的追说。米达干是这边的寻，这边的寻是念头，主要是指不善念头。Sankara 是某一些导致或者是造作，也就是某一些东西可以造作这个不善念头的，也就是它的不善念头的因。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非理作意。非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呢，也是一种作意的方式，但是是以抽的方式作意。抽的作意会导致不善念升起。禅修呢，应该是正确的作意方式。什么所缘，什么目标，我们应该作意。然后第二，我们应该如何去作意，也是作意的方法。比方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如果我们作意这个身体为漂亮的、英俊的，这种作意的方式呢是不正确的，它会导致不善念升起。所以大家是怎么作意呢？如果你作意这个身体是美丽的身体，但天气不好了，冷热的侵害，你就会受苦。如果您作意这个身体是美丽英俊的，当你吃到不好的食物，这个不好的食物又影响身体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失望。另外，如果其他人对你恶语相向，你就会升起嗔心。但是如果你作意这个身体是厌恶的，这是如理作意，或者是正确的作意。所以大家究竟要选择哪一种作意呢？你可以作意这个身体像是尸体一样是厌恶的，也可以作意这个身体有九大孔，也就是九疮大疮，还有作意这个身体是三十二身份。如果我们如此作意的话，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边有一个例子，之前有一位缅甸的大长老上座尊者，他的近人告诉他说：夏多尊者，某一些人正在投诉尊者您的开示。那时候夏多这位尊者怎么回答呢？他们正在抱怨，他们现在才抱怨，其实呢我很久以前就对自己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已经很久就抱怨，在投诉自己这个身体是厌恶的，这具身体呢是无常的，这具身体呢是苦的，这具身体是无我的。如此这样作意的人，他就不会对天气的转换、食物或者是病苦或者是别人的恶语相向敏感。但是呢，如果作意这个身体为漂亮英俊的话，他就没有这种安耐安忍的力量了。因此大家应该作意这个身体是厌恶的。但是有一位理师说，如果我作意自己身体不净的话，我将会没有信心的，我就会感到不自信。但是呢，如果你入大众中，那你自己觉得这个是丑陋的人来到大众里边，而且呢大众大家都是丑陋的，因此你就会感到害怕了，因为自己是厌恶的，大众也是厌恶的。那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自己这个身体而没有自信。也由于这个原因，佛陀教导我们应该审视无常、苦、无我等等。同样的，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
也可以作揖，或者是可以散播慈心给他，愿他幸福快乐，自己也因此得到善业。因此这个妄念不善念升起的原因，或者是不寻造作之处，是非礼作揖，你就应该要学习怎么去作揖，也就是对一切所遇到的应该怎么去做。这是三卡拉，这个就是行或是造作。以此作揖的话，如果升起不善心，你就可以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或者是作揖，而这种不同的方式呢，是善的，是如理的。另外一个字要介绍的是神塔那，神塔那呢是存在的地方，存在之处。究竟这妄念在何处生，何处存在呢？这就是妄念升起之因的原因。这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想颠倒。一般的人都会有这想颠倒，这是凡夫的心都有想颠倒。当看到镜子里边的自己，我们就会喜欢自己。你看这个镜子里面这个人多么美丽英俊啊，镜子中这个是可爱的，这是正确的吗？真的可爱吗？当你一早上一起身的时候，你都需要清洗的牙齿，刷牙洗脸，而且还要清洗自己的身体，清洗衣服，而且还要上洗手间。如果说我们还需要，假设我们需要为别人帮忙做刚才列出的这些工作，那你会喜欢吗？我们都不愿意去做。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己做这些工作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执着，因为贪爱的。因此我们作揖的，我们想的方式，作揖它是英俊的、漂亮的、可爱的，这种作揖方式呢不是正确的。为什么作揖？也是因为这种想的颠倒。我们作揖不敬的为敬，为敬美的东西。同样的，我们会作揖无常为常想，世间一切其实是不稳固的，但是呢我们却把它视为稳固。我们时常都失败，但是还尝试坚持要让它稳固。这个过程是从来不会成功的，过去的一切现在已经不存在，一切现在有的我们也将会失去。同样的，无论在未来，所有的东西，人类没有东西，没有一个人是永恒稳固的。因此作揖这些东西稳固的话，其实是一种颠倒。因此既然一些东西是不稳固的，它就是苦的。我们尝试要获得这个东西过后，它却失去，却会消失，如此是没完没了的。也由于这个原因，作揖苦为乐的话是一种颠倒 vipassana。 同样的，我们都想要控制
一切都在我们控制范围，一切都依我的意愿，但是实际上却不能随我们的意愿而运作。我们只能够做的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会面对老、病、死，这三个都是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切我们所有的，终有一天会失去。是这个，是无我的、非我的，但却想为是我，所以这是颠倒。这也是这颠倒想呢，也是一切妄念升起的因。我们如果能够如此了解的话，我们就要尝试去除颠倒想，尝试修学观察，辨识色法为色法，也就是这个色身。其实这是跟无我相、无我想相似的，辨识明法为明法，这是也是一种无我的辨识。辨识因果，就能够明白，没有一样东西是超越这因果而创造它的一切现象的。一切东西、一切人的存在都有因。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都是依因而存在。如果说想的，如果是以为有这个创造主的话，其实这只是字面上表述，或者是只是他们的自言自语罢了。为什么呢？也一切都由它的因而导致的果。如此，接下来你就应该去做一无常、苦、无我了。主要是看到色法、名法和它的因果生灭，在这个生灭底下观察它的审视它的无常、苦、无我。如此下来，你就可以去除想颠倒，而想颠倒呢，也是不善念升起的原因。他的例子是，当一个人在跑步的时候，他就会想，为什么我需要跑呢？我可以慢慢走啊。然后当他慢慢走的时候，他可以想，为什么我慢慢走呢？他就因此站着，站着的时候他想，为什么我站着呢？他就坐下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又想，为什么我坐下来呢？那他就躺下来。快跑的意思就是比譬喻为不善念升起。慢行慢走的意思是，这些不善念正在被斩除，所以跑是不好，慢行是应该的。那站着呢，就像禅修者呢，重新远去他正在休息的禅修业处，坐下来是更好。坐下来是什么呢？坐下来是禅修者通过观察的进步，那提升的阿罗汉。如果为什么我坐这不够好，他躺下这边是什么意思呢？躺下是这提升的阿罗汉过后，他进入了果定，而这果定是取涅槃为所缘的。因此如果你的妄念太多，你想要克服所有这些妄念，你就尝试去体证阿罗汉吧。我们再看最后一种方法去除妄念。
如果通过以上讲的四种方式都不能去除妄念，这些不善念头的话，这是最后的方法了。通过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你都不能去除你的妄念，这是最后的方法，以来去除妄念。就是咬紧牙关，咬紧牙根，舌头往上而顶着，然后以此方式又以心来镇压、来控制、来击败心。通过这个方法，但是有些人呢就以此修习，但是却修错了。他们真的如此修，也就是咬紧牙根，上舌头顶上颚，这边指的意思不是他字面所提的意思。肯定有很多种方法用过了，但是没有效果，那时候就不再用任何方法，那时候是用静静。通常当你提起静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咬着牙齿。同样的，在缅甸呢，也是我们用这个舌头啊，翘起上颚来发音，来把他自己的念头转移，这是提起静静的一种方式。这个是，就像现在有些人呢，在翘起舌头翘起上颚发出声音的做法，这是一种方式，只是一种说法，怎么让自己的静静提起来。有在这部经提出了一个譬喻，就像一个强力的人，他正通过脊项或者是他的肩膀制服一个弱者，然后把他打倒，控制他，战胜他。同样的，这个不善念升起不能被去除，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说，这个你这个妄念，你是谁呀？你这个妄念，你知道我是谁吗？让我的身体的血肉都干枯，即使留下皮肤筋骨，如此想，我也应该要征服他的妄念，喜不正不善的念头。也就是说，你应该作依你的禅修所缘了，就是用你强大的精进力去注意你的禅修业处，以便尝试去克服不善的念头。这是最后一种方式，克服我们的不善念。以这种方式，如果能够去除不善念，那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就能够专注。以这种有专注的心，你就尝有这种定力，你尝试修习观禅。当观禅进步，观知成熟，你就可以最终体证阿罗汉。体证阿罗汉过后呢，你就可以对自己的念头做主。在这个之前呢，当你想要想一个所缘，其他所缘升起，你要想这个念头，但是却另外一个念头升起，这个时候你不是念头的主人，你对你的念头不能做主。但是当你能够做主过后呢，任何所缘你要作意，你要想的话，都可以在心中呈现。任何念头你不想作意的话，也不会在心中升起。那时候你就成为念头的，你就对你的念头做主了。
也就是念头能够自在，这也是面对不善念，处理不善念的方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边。他这边有一个问题，假如说三不持心，三不持心给一个自己尊敬的人，但是对他来说，假如是一个男性，而他是女性，这样适合吗？老师回答说，三不持心的规矩是，如果是男性跟禅修者，应该对男性作为对象，女性应该对女性，这是为了避免贪婪，尤其是在修学止禅的时候，也就是禅修者进入禅那的时候，他会同保持长时间专注一个所缘。如果是异性的话，那就很容易升起这种爱染，升起执着了。由于这个原因，通常修持心呢，不建议男性对于女性，女性对男性。在这个原因是为了避免爱染而贪着。但是如果是短时间，而且又没有贪婪心的话，是可以如此做。另外一种方式，对于异性的就是成主人，以主人来修持心，包括你所尊敬的人在这主人里面。另外一个问题是，是亚德说听不清楚问题，在人与他大概问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呢，我不喜欢的。但是在面对还是要面对的情况之下，我是通过三不持心来处理呢？老师回答说，跟人互动，我们应该尝试帮助他人，尝试要有慈心。此外也有这种说法，我们不应该跟我们不应该跟愚钝的人互动，我们应该以智者互动。完整的说法应该是这样，我们将不跟愚者互动，除了因为慈心的原因。我们如果说跟愚人要互动的话，也是因为慈心，而不是考量自己的进步还是不进步。比方作为老师，我们没有，我们都需要跟他的学生或者是更年轻一辈互动，跟这些学生互动，通常作为老师呢，自己不会有进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跟他们互动呢？这都是因为慈心。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对其他人生起慈心的话，将是好的。这是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慈心的角度是好的，而不是站在跟愚人互动这个角度来看待。但是呢，慈心对大部分来说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这个，如果说已经这个所面对的是超越你的能力，那自己的这个慈心就会变成忧愁。因此我们应该要衡量自己的慈心能力，还有
教法中也有这种说法。跟他人互动，如果说是没有利益的，在这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找一个跟我们在戒定慧有同样功德的，如果找不到这类人跟我们同等的戒定慧，或者是比我们更超越戒定慧上更殊胜的，找不到这类人的话，我们独处会更好。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先观察自己在互动过程中是否会有利益。所谓利益的意思是，也就是是否自己还可以具备真正的慈心，这才是真正的有利益。但是如果过程中我们升起很多不善的心，那时候就叫做无力的，那时候呢独处也许会更好。听不清楚问题，老师回答说，这个入处洗念的修习方法是什么呢？入处洗念的业处是在彼端或者是三蠢这个范围呢去注意气息，不应该超越这个范围，或者是注意到体内的气息。老师的意思说，这个是在修定的过程中注意气息为气息，如果他这个注意力跑到体外，离开鼻孔以外，或者是体内，这种作业方式就是错误了。身体中有很多的世界，如果不能够善于作业这些世界的话，那这些世界有一些就会出现，那时候就会有问题，就会过，这些世界的特相就会过剩，就会出现问题。现在这位禅修者既然遇到这个困难，那可以暂停休息，或者是在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底下学习。一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把这个注意力啊远离这个身体，比方可以修习佛随念、慈心，或者是你可以继续注意你的这个身体作为所缘，但是呢却以不同的方式作意。应该作意这个身体，以平衡的方式来作意，但是这一种方式呢就不是很容易的，需要好好学习。最后一个问题，亚东，如果一个人去缅甸要想在跑亚东底下学习禅修，他是否可以？究竟他需要修多少年，修在陶霞德基底下学习才可以看到他过去生？老师回答说，就看你修的方式，就看你有多少精进力，多少信心。请大家跟着老师念分享功德。一堂没保养，一堂没保养，没保养啥，阿姐哟，好久一张没朋友，一张没朋友，二十万可以，二十万可以，我好久，妈妈朋友八个，妈妈朋友八个，三八三张，三八八姐妹，八姐妹，三八。Me sama, me sama, punya bagam,
Namandu Sadhu Sadhu Sadhu. I want to lead the Bodhisattva Jiran later. Repeat after me. Sera, Buchanin, Jopobi, is his name, Ude, Mundi, Paranum, the Bodhim Bucha, the Yaman Tamasa, which the Bodhim Mundi, the Buddha, the Hagasin, the Tara, the Hagasin. Bodhisattvam Jiran Daitadu Bodhisattvam Jiran Daitadu Bodhisattvam Jiran Daitadu Sadhu Sadhu Sadhu.